现代彩妆，管它是少女心、宅女心、贵妇心还是小资女心，全面攻占，业绩给它卖的是下下叫。有些限量眼彩盘刚开卖就抢光嘞！如果你还没行动，来听听 Kevin 大师解剖四大关键字，听完后不信你忍得住啊！大家好，我是 Kevin。Christmas 快到了，其实到了年底哦，就是 Party 的季节。一到了这种年底或者是圣诞节，一定会流行的就是红唇，不管是耶诞红也好，圣诞红也好，或圣诞老公公身上穿的红色也好，它就回归到了比较漂亮的红。这种经典红唇搭配眼线非非的线条，略有弧度的眉形，红色系带有亮片的指甲彩绘，可以彻底放闪女人味。因为我用的是裸色的水润唇，搭配上桃红色的粉桃色的这种唇釉，也是亮面的。那么它所呈现出来的质感，你的嘴唇还是水水的，但是只有中间的地方有一点点像刚吃过棒棒糖，或者是刚吃完一个果冻，然后还沾了一点点颜色在你的唇中央的感觉。没错，这咬唇妆的进化就是棒棒糖唇啦，配上圆圆的马卡龙腮红，甜点系女孩谁不疼爱。今年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些比较夸张一点的单一眼线的这种做法。今年有很多的这种金钻亮粉，它可能是单独存在或者是放在这个眼盘的组合里面，拉长你的眼睛，让你整个眼睛就是一道粗粗的这种金色的眼线。这种眼线将金色的艳丽转化成个性派彩妆，但建议颊唇要降低光感，以裸色调衬托眼妆光彩哦。想要金光向上，简单啦，各品牌都有推出，让 Kevin 老师都是新风。你看，亮粉，亮粉，我爱亮粉。我觉得 party 的时候只要亮粉抹上去就对了， party 一定要有亮粉。这也太高级了吧。今年呢，就是紫色烟熏的天下。透过紫色的烟熏，你可以用包围式的烟熏画好了之后，在你的眼球中央或者是眼头前方再点上这种金钻，这样子的包围式的烟熏已经好久不见了。深色烟熏眼妆要搭配修容式腮红，几颗图文主绘，你会发觉自己瞬间就变成很性感的女人代表哦。而今年超流行的紫色眼影，浅色增加年轻感，深紫色烟熏最适合。四大关键字还没跟上脚步的同学们，赶快去给大家捕获一下。懂新闻金狗杯报道。